我这房车呀，最近这个严重的电不足啊，然后就用3天，然后就彻底没电的那种，所以就得去找电源充电，然后这个停车场还是没有电源的。最近呢就找了一个超市，然后一天只能充一辆车，就排队。还好昨天把它充了，充满了。正当我这个为电发愁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个叫彝族户外电源的彝族户外电源这个商家呀，就是委托我让我给这个带货，我就欣然接受了。然后拿来以后啊，我用了一下也充电了，真的没有让我失望，这个电源真是太好了。因为什么呢，我以前呢买过一个电源，后来不是给粉丝了吗，哈，就是那个是2000瓦的，那个电源吧，我拎不动，尤其年龄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就本来就腿疼。这个800瓦的，他们家有800瓦的，有600瓦的，有1000瓦的。然后我说那小的我就不带了，我就给你带800瓦和1000瓦的。这个是800瓦的，是0.6度电，1000瓦的是1度电。我用它的最大用处是在哪儿呢？就是说我给电脑啊，一定要用220的电。那我要是在房车里充电的话，就得打开逆变器，而打逆变器本身又消耗电，所以就特别的不合适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用这个电源给电脑充电了。因为网络不是太好，有时候发一个视频呢就得用去半天的时间，所以电脑很快的就没电了，就是发2次基本就没电了，所以电脑也是不断的费电。这样呢有了它，哎呀就好多了。其实啊就是本来想做一个开箱视频的，但是我拿来就急不可耐的就把箱子给扔掉了。那个纸壳箱的拆箱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，然后就把这个拆箱给大家看一看。我昨天充电呢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就是我那个以前那个电源呢那嗡嗡的声可大了。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和它的这一些配件啊，要是有颜值控的呀，这个小电源是太漂亮太精致了。这面是一个大灯，这面就是一些控制面板，然后这是220的电，一个3孔的，一个2孔的，这个是 USB， 看看什么 USB， 然后这个是那个快充，这个是电源适配器和太阳能充电端口，可以用太阳能板充电，然后这个是点烟器的口，我这还没打开过这个点烟器，点烟器的口就是12伏的电嘛。这个也是12伏的电的输出啊，就是插到这里也是能输出的。我现在打开一下看看啊，我们看一看啊，它这控制面板，现在我这个电是87%。电源上啊，上面有4个按钮，分别是 DC、USB、AC、LED。那么 DC 呢，就代表直流电。USB 大家都知道啊，就是这个插孔啊，然后 AC 就代表220的， LED 就代表那个灯。每一个打开的时候显示屏上都会显示，你看这个 DC 打开了，这就有 DC CIG， 然后 USB 打开要长，那 USB 打开就是当你要输出这 USB 输出电的时候一定要打开 USB， 然后 AC 打开，当你要用220的电的时候一定要打开 AC。 LED 灯打开，那它这块也显示，就是说你通过面板你就知道你开没开启哪个功能。那面是控制面板，这面是 LED 灯，有多种灯光哈，要是你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它还能好像是能闪烁的这种，哎，你要遇到救援的时候，它就是为户外设计的。
这个是它的充电线，充电线呢就是在这儿，你就是可以插到这个 DC 或者是 PV 上都可以，然后这头就插到那个家用那个220的电源上，这是一种充电模式。第二种充电模式就是这个，我把它打开啊，就是两头都是点烟器，两头都是点烟器，就是汽车行车的时候给它充电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是在这儿插入，嗯，这头就插的汽车的那个，这样你行车的时候就给它充电了。这个电源带了两根充电线，除了 DC 端口充电以外，还有这个点烟器端口充电。这两个充电线都插入的时候就变成了快充，两三个小时就把电池充满了。汽车打火的时候，就是汽车没电了吗，你给汽车打火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插到电源上，这个点烟器口既能充电也能放电，你就是可以给这个插到电源上，然后这头就接到电瓶上，正负极上就可以给它打火了。所以它的功能啊还是很多种的，非常的齐全哈，非常的静音而且轻巧。它比其他同类产品体积小了 50%， 重量小了 20%。 我也不知道我说明白没啊，总而言之啊，这款电源呢我感觉是非常好用，我特别的喜欢。然后它还有一个这样的包，你看这样的包平时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放到这个里头，携带也是很方便的。这些东西啊我就先这么缠一下吧，实际它都是有塑料袋的啊，然后你就可以外面呢还有背带啊，这个背带呀我没拿过来，你就是拎也行背也行，这个包包然后非常的精致，是不是非常的精致。那装完了以后这样一拎啊，就是不沉。这款电源呢非常适合我们房车或者是床车自驾游的朋友们啊，我把它放到我的橱窗里了，如果你们有需要的可以到我的橱窗里购买啊。我的橱窗里加了800瓦和1000瓦的两种，他们家还有更小的，但是我觉得要买的话就买一个800瓦的以上的吧，太小了可能用处太少是吧，因为这个就不是很沉了，你也没必要追求那轻，瓦数越小肯定就是越轻。我现在感觉啊，尤其像我这个年龄，如果买一个2000瓦的电源呢真的是拿不动，哎呀非常的吃力了，然后腰疼腿疼的，所以啊就是要买1000瓦左右的，很好很好用。那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到这儿，下期见。